西式餐点欧姆蛋端上桌，吃得合不拢嘴，背后可是经历一番大功夫。切很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你就换这样子切。刀工技术一手一手教。要切到什么程度？很碎。那你平常有在做吗？没有。那你在这边学到什么？在这边学到就是要怎么巧可以翻来翻去的，蛮好玩的。到食材炒熟，爱心妈妈在旁协助完成，却有不少学生展露大奖之风。我都在帮忙做早餐，然后帮忙炒菜、切菜啊，然后再帮忙洗菜。在假日的时候，早上的时候，他们自己跟姐姐也会做早餐给我跟我老婆吃。用完的厨具、碗盘也得分工合作，学着自己处理。在家做什么？洗碗。还有什么？要折衣服，就洗便当，还有吃完的饭。会写字吗？不会。在这边学到的不只是技能，我还能够更进一步学到的是态度，能够跟家人分享，跟同学分享。专业烹饪空间由普通教室大改造，把生活教育彻底融入课程。台新闻消息解讯豪台北报道。用木材制作家具。